嗨咿呀，是嘿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，没有错。然后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我们的 Pizza Day， 然后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我这边已经是盖好了耶，拉那些囚犯进来了，对。然后我们这边已经满了。那我们今天啊，还有这里庭院我已经建好了，然后这边也顺便建一些森林这样。了，又怎么了？你们又想干嘛呀？不要乱来吼！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就先建一个死刑吧。对，我记得我说过我们这边要建一个死刑，然后我们就走吧。大概，哎，等下不是这个，这个才对。混凝土吗？应该 OK 吧？大概这样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放上我们的门。门的话，我觉得哪紧闭是好的，大概这样。好，然后就是有观众就跟我说，就是我的那一个。巡逻不要巡逻的太远，不然的话他们会跑出去这样。那我来试试看吼，不要巡逻的太远的话，大概，哇哦，挺多的嘛，一直挖。等，我先把这边全部给打掉。等哦，还有这里，然后这里也先打掉，反正还在早上，应该没关系吧。然后这里打掉，这里我们也打掉。这里也打掉，天啊，要打掉好多的呀！这里也先打掉，这里也要打掉，打掉，下面这边也要打掉。OK， 然后我们再这样，到这里应该 OK 吧？找到这里，然后这样，好，然后这里放一只。这样应该行吧，然后我们上面这一边，对吧？上面这一边再这样。OK， 然后这边也先打掉，然后这里这样，然后再拉过来，再拉下来，然后这里就放两只，然后再拉上去，再拉过去，再拉下来，这样应该就行了吧。这样 OK 吗？应该可以的吧。不过话还是要请各位观众看一下，我才知道 OK 不 OK。然后我们这边就先放上来死刑室。让我看一下，我们要室内，好，有室内的。然后又要电椅，你在哪里？绝对拿不到你。我们需要一个电椅，电椅放这里吗？应该没问题吧。Let's go。然后我们下面这边就先建起来吧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放一个电源。对，我觉得电影自己拥有一个电源会比较好，不然的话就是我觉得等一下会爆炸那种感觉。好，就先这样。然后我看一下品质要好的话我们要放什么。人家已经死刑了，那我们就给他好一点的待遇吧。我觉得我们警察还需要多一点啊，有点太少感觉。好，我们就放了两个。好，这边给他建起来先。有了吗？应该 OK 的吧？ OK 的， OK 的。让我看一下品质，应该看得到品质吧？看不到哎、欸。行刑室看不到品质哎、欸，有点糟糕。看得到品质就好了，那我就大概知道这边还需要放什么。行刑室还需要放什么啊？我看一下，我还有什么？其实我还有什么还没建？保安、停尸房，对耶，我们还没建停尸房哎。停尸房给我再建好了。然后我们这边就先放，等一下，怎么跑出去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吓到我了，我被他都挖出去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先继续吧。然后这边就先放我们的电站。天啊，又有人死了，不是吧？你们不要一直打架，可不可以啊？小心被我电电了，我跟你说。然后大概这样子应该就行了 ，OK。然后这边我们就先放一个，我试试看来一个死刑的好了。来到接收铃，然后开，自己先关闭，这里先关闭。我需要一个死刑犯，拜托了，我需要一个死刑犯，真的，我需要一个死刑犯。然后还是说这边还要再盖多一间，就是他自己独有的房间啊？需要吗？需要的话我可以盖。
我在想需不需要，然后我觉得要放椅子吗？看他死刑感觉有点怪怪的，算了，先放这些吧，大概这样。OK， 可以看瓶子就好啦，真的看不到。喜欢说我旁边，你看我的那个牢房的话，旁边这边是三等的，有没有？超舒服，然后这边两等，然后这边一等啊，这边一等就不厉害了。因为我现在还是比较好奇这一边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不知道哎，希望能收到一个死刑犯，让我来试试看这样。然后这个重刑犯可以换死刑犯吗？不能哎，好吧，不能就算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一定换的，你放心。然后这边就建好了，那我们这边就先放这吧，不要理他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们这边要建什么？很好一个问题，我们什么东西还没建啊？到底需求？我看看，接收还没来嘛？统治就先不要理他。补助房区快低，还需要低哦，到200，好难的感觉哦。我们什么东西要建啊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建了一个工房好了，建了一个工房吗？我觉得建了一个工房也是挺不错的啦。合格就放28个，挺多的。建了一个工房吗？不懂哎，你们这边打算我建什么啊？我都不懂还要建什么，我看一下我这边什么东西还没算。小牢房，我觉得小牢房我们不需要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说。我觉得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这样子嘛，这样的话，我觉得牢房不要太小个吧。这样子比心的话，我自己个人也是很讨厌，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，所以还是算了吧。我们做人要将心比心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不能这样。好，这边应该没问题。我还想这边就专门只放那个冲压台跟那一个电锯台，然后工房的话，我们就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好了。好，就这样决定。多想不如马上做，有没有？走吧，这边我们就放一个工法，应该没有问题。然后这边放一个门，然后我们要金属鉴定器，然后里面我们等一下就放我们的那个木镜工作台，木镜工作台要搬下去，这样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啊，也许啊，或许啊。然后希望我可以得到一个死刑犯啊，拜托，求一个死刑犯吧。我都已经拉到最高了，还是说还是不行啊？还是说真的要给他多一个房间啊？因为我记得之前玩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小小的房间，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再拉出来了，真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拉出来了，真的换豆，真的如果可以跟他们换成死刑犯就好了。天啊，不能耶，好难过。好，有 nice。 然后我们这边我看一下，反正他们现在是8点，差不多就要收工了，呀，卡住了。OK， 没事。所以我们这边就要拆除。这里要拆除，都拆掉就对了啦。对，都拆掉就对了，我们这边要换东西。等我在那里，这里。天啊，你们不要带一些有的没的气的吧，都进来这边好不好啊？好，大家拆掉。上面那边我们就放桌子好了，桌子这里我们就放桌子好了，大概这样。然后下面这边我们就继续放我们的那个冲压台，跟那个电锯，应该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要拆掉，拆除。不是拆除灯啊，我按错了啊，失败啊，都可以啦。这样应该就行了，然后我们再放下去。这样，然后这边还要等它拆除。我拆除这东西吗？对，我又拆除到灯了。可恶，灯再放上去吧，大概这样。OK， 然后我们还需要我们的冲压台，大概这样。然后还有我们的电锯台，好，这里差不多，接下来就是这里。这里的话，我们一样的话就是要放工坊，
这样应该就是可以了。但是还只能放动画台跟那个电锯台，为什么不能直接放那个什么就可以了？如果可以直接放那个木镜的话，不用放那些其他的话，应该多好啊！真的，我们就先放这个好了，放差不多这样，然后自己再放。我想想，我边做边想 ，OK 的。然后我们这边再放多一个这个，因为他说怎样都要放一个嘛，我们就大概这样。那我们再放下我们的桌子，这样该就行了。然后搜查一下，大概这样。天啊，我们的工房好大、哦。OK， 然后再放下我们的办公室给老师的，先生。大概这样，这样该就行了。应该 OK 吧？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先做我们的方案，哎不啊，对方案。等一下，大家先盖好。我们先拉电好了。我看看，我们电哪里还不够啊？等一下，这边也要满了、欸，负荷好大哦。我觉得这里好了，清流派 ，Let's go， 拉下来，再拉过去，再拉上来，再拉过去，然后拉下来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应该啦，不知道，试试看就知道。天啊，他们也藏太多东西，为什么？明明有金属那个电梯梯还在。藏那么多东西，我觉得他们也是挺生气的。不要藏那么多东西好不好啊，你们？然后我们还是一样接收不到一个死刑犯，天啊，来一个死刑犯好不好啊？拜托啦，真的来一个死刑犯吧，孩子。我要玩一下死刑犯，不要这样。天啊，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应该收不到死刑犯，感觉有点难过。好，咱们进过去吧。哦哟，还是说这边真的要建筑一个房给他？哦哟，烦烦的嘞！哦哟，哒，应该 OK 了吧？而且评价，哎，不懂啊，随便啦。他就是不给我弄，感觉有点难过。这边应该 OK 的吧？工坊。又挖地道，不要再挖了哦！拜托你们哦，一直挖，早打。早上8点有灵妹去放抵达，哇！拜托，就给我一个死刑犯吧，喂！我要求不多，我只要一个死刑犯。お願いします。这样应该就行了，17个。这边电力不足，也对啦，那边要爆了，有没有？有点糟糕，我想想，我们再放个，这样电容器真的没问题吗？我在想这个问题耶，过多了啊喂，本当に大丈夫ですか？真的没问题吗？那么多，要爆了！你看要爆了，电池要爆了！天啊！真没问题吗？还是要没死刑犯来？拜托，就给我一个死刑犯吧，孩子。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啦。然后这边还需要一个警察来吧？这样应该就行了。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警察的说，太少了。咦，死刑到底怎样玩啊？其实我没有玩过死刑哎、欸，到底就玩不上来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就给我玩一下死刑吧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我觉得我们假设是要做多一个，因为我觉得你看一个房间只能用一个人的话，然后我们要放一个客房做的话，我想想，如果我们要放一个客房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其实我们可以建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建哎、欸。这样建啊，就差不多，这边多少？10嘛，11，我们就差不多这样子应该就行了，大概这样。我们可以建4间，有没有？虽然说是小间啊，那没关系啊，可以建4间哎，哇！等一下，
这，我在想要不要这样借，我们就先借两间好了，反正没关系 ，Let's go。然后再门，这样应该就行了。我不懂哎，能的话就好了。无教师，真假的？无教师，那算了。这边应该没问题吧？为什么这个还没安装啊？喂，你们在干嘛？不要偷懒好不好？帮我安装一下好不好？喂，no， 安装下无奈，等待。好了，这边其实进蛮多，打蛮多出来，然后把这些木材全部搬下来这边吗？天啊，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。这样，然后我们再建，这样下来，然后我们再放我们的，我们的那个在哪里？我们的那一个，哎，哦，这里，爸爸他又不见了，大概这样，那应该就行了吧？然后我们这边就放成是我们的家宝架。假四四 ，OK， 假四四，这样应该就行了。最少五乘五，等一下，最少五乘五应该就，等一下，四乘四，五乘五，好吧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所以我们还需要再盖出来一点，大概这样。那我这边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啊。耶、yeah, ，讨厌你啦！等一下，那我这边要做什么？做一个小……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小厕所，应该可以吧？一个那一个，那一个叫什么？那一个，天、啊，我有点想不起他名字。那一个，啊，那一个啊。那一个，等一下，给我想一下，那一个洗手间 ，OK， 想到了，对不起，一时间想不起来我要说什么，感觉有点难过。然后这边就要这样子打出来 ，OK， nice。然后保试试，假试试，假试试，再拿出来点 ，OK， 然后再拆墙。不要就是拿一下一大堆有的没的进来哦，各位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吧？好，然后这边厕所洗手间的话就大概让我想想，总是有办法的，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？然后这边把墙给拆掉，然后再放一个下去应该就 OK 了。Hello， 拆一下墙好吗？做事啊，各位！拆墙下，拜托 ，nice。然后再这样，然后我们这边就再放一个墙壁分割，这样应该就行了吧？应该啦，也许啦，或许啦，可能啦。然后这边的电再拉过来一点，然后上面这边再放多一个水站。反正我们等一下左边也要建那个监狱，所以我这边放水站应该没有问题。我们那边放一个水站，然后再把那个水淹再拉下来，应该就没问题了，应该就 OK 了，应该啦，也许啦，或许啦，可能啦。好，那我们直接从这边这样子拉下来。好，大概这样，应该就 OK 了。好。然后就等他们建好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先到此，没错。慢慢丢，但是等他们建好感觉有点慢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你看我这边工房都还没放下来，你们到底是在干嘛、啊、喂？来，快点放下来哦，各位！你们在干嘛？早打啦，等一下，放下来啊！天啊，等一下，我也太慢了！快点放下来，这边需要更多的，对。
对啊，你们不要弄那个地上那么肮脏好不好啊？算我拜托你们啦。我就这边还可以再盖，盖个电锯的，然后盖一个冲压的，这样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再默默的把那个木材搬过来这里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所以上面这边就变成是积木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再把这些木材全部搬下来这边，诶，感觉挺不错的嘞 ，OK 啊。然后这边再打，我们把那个水坝给建好，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假设是有多一个的话，应该可以一次够帮两个人处理吧？希望啊，我看一下，假设这里可以耶，好，大概这样，好长哦，呵呵，加油，死刑上诉，拜托，好难过、哦，大概这样。我需要一个死刑犯啊！喂，给我一个死刑犯好不好啊？讨厌！能刚换成死刑犯，我一定换的，你放心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此了，没有错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就继续我之后更新影片。然后，真的希望下一集能给我一个死刑犯吧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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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只需要一个死刑犯。好啦，今天就先到此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看个赞，支持我，找我更新影片。然后我们就下一集再继续吧。水就加啦，加。